大家好，说起桂花树呢，很多花友家庭中都养有，而且它开出的花朵呢也是特别的好看。这个花朵散发出的香味是比较的芳香的。今天主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呢，进入这个秋季啊，特别是在南方种植的话呢，一定要做好这三点。那么是哪三点呢？就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。第一点呢，就是控温。控温的话呢，咱们在这个南方的温度最好是18到28度，温度是比较好的。如果温度太高的话呢，它这个叶片是会出现一个发黄枯萎的现象的。如果温度太低的话呢，它也会把这个叶片出现一个冻伤的现象的。所以呢，温度一定要掌控好，特别是这种盆栽植物啊，一定要掌握这个温度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想要养好它的话呢，有点难的。另外就是浇水，浇水的话呢，一定要做到一个合理的浇水。虽然呢，它喜欢潮湿的环境，但是呢，像这种盆栽的话呢，可以适当的给它干旱一点也是无所谓的。最好呢是一个星期浇水2到3次就可以了。浇水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土壤给它湿润几个，不可以出现一个积水的状态。然后施肥的话呢，在南方给它施肥最好是一些比较温和的肥料，给它施用是比较好的。大多数用的就是一些农家肥，农家肥呢对这个生长是比较的好的，里面所含的营养元素啊，各种元素是比较的充足的。如果有羊粪的话呢，使用羊粪是可以的，我就是使用这种纯羊粪给它使用的，它也不会出现一个板结的现象，对这个土壤的疏松度呢是比较的好的。所以花友们呢，像这种小狗进花盘的话呢，大概呢就是1手抓到2手抓就可以了，大概呢就是一个月给它放一次就可以了。这种肥料呢，它不会出现一个伤根的现象的，也不会出现一个烧苗的现象的，所以呢，比较适合这种盆栽植物桂花树施用是比较好的。好了，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桂花树在南方养护。好了，下期再见。